哎呦，太厉害了，菲菲今天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龙。今天我们把租了两年的邻居家的这个库房清理一下，因为我们家老房子现在也收拾好了。因为这里实在现在有点小，施展不开，我们就把它搬上去全部。一起来看一看，今天有两个童工。手扒了扒过。五六月三号人吧。刮地道。我呀呀，咱这就是这车门口呀，你。他骑着车赶紧着往村。怎么了？出大事了！出什么大事了？真的是烂了！烂了就烂了。院子里面还有那一大堆柴都是我们家的，去年把它拉下来落在这里，今年又要拉回去。还有这个笤帚、玉米，这些全部打扫干净。不是，我尝试这么多，娃都说这么多。你教吧，你在嘴巴教，你教不到爷爷。我们五块挖的比你有五块钱的吧？六块。哎，这么两块两块。给我十块。快点。你有五块的了，虽然我看到五块的了。有五块，有五块。有了，有五块，有五块，有五块。啊，对。有五块，有五块。没五块的，没五块的。有五块。你快点嘛。我要有十块的。哎呀，忙碌了一上午，现在终于回来了。今天由我们的肥肥厨师来擀面。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呀，哎，小孩子放假了。我们天水市学校都停课了，现在在家里面不能出去。天水四号吗？前夜的号。天水四号。咋还把你困着天夜到了？这些天气是得乱滚上了。就是啊，每年初还是，年初还是。去年是十月二十二号。我出事儿了吗？回家了，待了四十几天。今年是十月三十一号。好几天。哦，今年是十一月一号开始。去下两岁，两岁下出门。你们咋泡的噻？卷塔子。
水开了下入面条。我看是大猪娃吃的好还是小猪娃吃的好，预备开始。来，先镜头先看下小猪娃。来，小猪娃。来，大猪娃。哎呀，忙碌了一上午，今天的手擀大宽面就好了，放点辣椒，倒点醋。农村人的午饭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。哎呀，你硬的才美。这锅美。大葱、大蒜、萝卜，哎呀，吃饱喝足以后继续劳动。哎呀，这都是日积月累拉下来的东西啊，今天要一天把它全部拉上去。今天打扫得干干净净的，在这里奋斗了两年的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二楼也打扫得干干净净。轻轻的我来了，就像两年前一样，轻轻的我走了，就留下了一根辣椒。房间里面再干干净净的打扫一遍。最后一个房间一打扫就结束了，就可以完美交工。